我认真说，今天夹的全部都给你了。真的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在带走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帮你夹，你挑我夹，这样子这样这样，好出了，好来 ，OK。我要这样吗？会。两车满满的，希望还有下一次喽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果下一次你的这个零食又缺短缺了，随时扣我，好不好？洪良忠。来，今天要干嘛？你不是说嫌弃我没有社交能力？今天特别把你抓来这边，展现我的社交能力给你看。前几天你不是在办公室一直在那边说棒球队打了总冠军，但是没有应援队，看得实在很不高兴。是我不高兴还是你不高兴？如果你想要有啦啦队，那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累积？我还要亲自出马吗？还是要靠一下你的颜值？这你有意见吗？好，毕竟南投古天朝。我们就一个一个一个好好的认识，直接讲用什么方法。我跟他谈了很久，他都没有点头，最后只有关键的一句话。哪一句话？那你缺零食吗？我们先去接他好不好？哦，你只是换个花样逼我拍娃娃机嘛？啊，没有啊，这个拉拉队，你看哦，一个、两个、四个、八个，你以后怕你没有拉拉队吗？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，拉拉队都很漂亮。第二个动感在哪里啊？他快到了没？好好好，你不要等人在那边蹲这样好不好？太久了，太久了。怎样？你先看，林黛银。哎、台湾阿美族啊，他冷呢。在干嘛？在蹲着嘛，你在蹲着嘛。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黛银。你紧张什么啦？你是不是很会讲？不是，我要去应援吗？啊，如果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是点头啊。成军了三年了，结果到现在终于打到总冠军了。对一个应援团体都、好难受。你要吃零食吗？就是如果你夹得到给我的话，你自己有去夹过吗？我很少夹。你有那个大骂，那就是个骗人的东西之类的。有啊、哦，今天我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不骗人。好，出发出发出发。一千块的零食够吗？还是要两千？他在enjoy这个声音呢、愿意赚钱，一次都是一万块的话，好想再听一次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哇，够吗？Uncle 个屁啊！我认真说，今天夹的全部都给你了。真的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在带走的。你想要什么我都帮你夹，你挑我夹。夹那个啊，你要娃娃哦。因为那个是鹿的娃娃，鹿哦，绰号是小鹿，粉红色。夹到可以换。哦，好。还是换一只，夹什么我都喜欢。我现在正在暖身排戏。你是不是紧张？你是不是紧张啊？是有一点点紧张啊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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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应该只要压下去，我来给你按。好。要去呢？啊，是啊，厉害哦！可以换，你用这个就可以了。你要不要换什么？我觉得应该还要再夹一个，这个只要捏到小脚一点点就可以出来了。开始抓到，这样子，这样这样，好出了，好来 ，OK。强烈怀疑你在偷把妹，我不是在把妹，我是为了我球队的未来着想。答应我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我。啊，听说那边有宝可梦，宝可梦是不是？好，这个要先抓一下甩头一样。这样拉拉看，哇，好 ，OK， 大概知道他甩了什么，捏过来一点点，这个爪力很强哦。过来了，这个时候我只要捏他的尾巴，只要捏到他的尾巴，会捏尾巴也太难了吧？对，有点难度，很小哎。这个爪力太强了，所以他很容易往里面丢。越强就越难甩。对，我都没有看过你有那么耐心在说明。哎，不是，观众还是喜欢看我说明。夹到脚了，有刚刚刚刚夹到他的脚，有下面那个抽起来就有了 ，nice play。这个我只要两个爪子稍微捏起来，它就出货了。两个爪子啊，现在没捏到哈。它这个宝可梦单价是高的。要出了，好 ，OK。对，出货，出货。等我们一下，我们先把机会交给你。喂，行，麻烦你。嗯，请捡货。啊，捡货。好。他没礼貌哎。我好喜欢你这样子，最后一位吧，耶！被你搞得很歪哎，鬼师要不要？我要这个，刷一整排是不是？这感觉很难哎。这个一样是捏一点点就好，捏它上面很像蛋黄蛋白区的那里一点点就可以了啊。哦，这个就夹太多了，所以为什么我都会一直收爪，就是怕它夹太多就变这样。真的要花一点点钱才有办法出来。有一点空间，我给你全世界。那我先找了。不是这种空间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应该只要稍微的控制好爪子，捏到就出了。控制好，哎，爪子
有点难处啊。好 ，OK， 是，哎，出货了，出货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这男的有多忙啊？等一下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特地这样？我要干嘛？因为。真的每次都让我的频道整个歪掉，我是很健康的频道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对吧？对，但总而言之，小朋友你不要再看他的频道，因为他很怪。不是拍给爸爸看的。对，那爸爸你就谅解一下喽。这个也要快龙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两个都给他倒下去看看，因为他这个太空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我知道他出货点了，脚，我只要捏到那个脚，然后他就出来了。你当初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把妹啊。可以讲心里话。为了帮助一些在娃娃机上面受过伤的女孩子，夹出东西来才学的。好耶，加油！觉得你身上哪里最帅？我的内在很美，很好。内在？内在美。看我看一下。啊？不是，你这个快龙有点久耶。因为它很空，它不能抓太多，我必须要抓到一个刚刚好出货的点。娃娃机好的是值得等。出了。哇！小火龙也要吗？好啊，应该比较简单多了吧。简单多了，妈！哎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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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因为快龙那个比较空，这个290，这个头要保夹也没关系。那个不保夹的男人，出来。好 ，OK， 去啊。头不会出。差一点，没有脱发，捏太多了。这个方法不行，我就换个方法。蒋娃娃非常需要耐心。蒋娃娃要准备很多的钱而已，跟耐心没有任何关系。对。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个跟你讲，家放得下那么多娃娃哈。我可以借放你家吗？那你要来吗？小鹿这种，这今天你哦哦，重新问。出货。太厉害！对，没错，很不容易。如果洞口都被你清空了，爷不见了，爷去哪？爷去把妹了吗？什么？我没想到我要在娃娃机店找草爷，再找不到我要大叫了。哎呦，有一点出货，有了，出货，这回。在逛的，快龙，你看龙，你吃完早餐还需要卫生纸嘛？对不对？出货，厉害哦！今天我就充当他的工具人。出货，这么快，时间都来不及。出货，出货，捡货，啊！为什么？哦，没有。好可爱哦，两车满满的。像你今天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夹娃娃是快乐的？真的很快乐哎，希望还有下一次喽，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下一次你的这个零食又缺了，随时call我。哦，好不好？